你这样讲真的是有一点。你说我很傲慢你啦、啊、我没有说你傲慢，你蛮有学问的、啊、我没有学问，口才蛮棒的，没有，我很赞叹你，没有，你赞叹 你肯这么牺牲奉献出来，我不牺牲奉献，我是出来接头呢，那边的那个是男的了，我是出来接头呢，这是好，这些要玩吗？至于煮锅汤这些要玩吗？我是骑卡车出来接头的呢，我也是出来玩的啦、啊、对啊，你还有钱，你用自己的车子啊，我骑卡车没有钱呢，对啊，啊我骑政府，你敢有政府给你照顾？对，我有政府照顾啊，我无啊，我感谢民进党的政府啊，对不对？太晒，民进党是中华民国，民进党是中华民国，伊唔是台湾。民进党，民进党都搞坏掉，安尼搞高手，高手。民进党是最前个先例面呢，你敢知？敢是。所以你唔知，但足多。民进党迄阵唔是迄个三秒咧。周建国，周建国，唔是迄林立雄。周建国。周建国，我爱讲几届。你认得这名？你家己 Google 解刚好。而且他们是在圆山饭店成立，成圆山饭店什么样？哎，不是的、啊，他有点宋美龄，他有默认啊，他 No 宋美龄，